说读书要重，读书比较重要，读书比较重要。结果 Jefferson 服务 ，I can handle ball。Sorry。OK， Thomas， 你可不可以走过来啊？不行。好，我过去好了。好，我过去。Thomas， 你可以站起来一下。Thomas 第一次那时候 Max 走的时候，那时候 Max 走的时候，我们需要找球员，然后正好 我去华运看到 FYBC 他们打球，然后就看到 Thomas 和那个 Jasper， 我就去 recruit 他们两个。那时候他是打 baseball， 我就跟他妈妈讲，我说。Yeah, 我就跟他的妈妈讲说，不要打 baseball， 打 baseball， 打 baseball 做爸妈比较辛苦，要在外面看晒太阳。打篮球是 indoor 的，比较不用晒太阳，对不对？所以我去里库巴索 play 的时候，我从 soccer field 或者是从 baseball field， 我都跟那些 parent 讲，不要踢 soccer， 踢 soccer 你要多辛苦，下雨天也在踢 soccer， 大太阳也在那边踢 soccer， 所以后来大概他妈妈说，好吧。先来这边敲敲看，然后第二年好像你就不再打 baseball 了。你为什么不打 baseball？ 打 basketball 呗。谢。OK。You made a right decision。Thomas 是 very quiet 的一个 person， 他 work really hard， 他在做所有我教的球员的时候，他是做的最好，他是 coach 最喜欢的球员。我相信他不管将来去做什么东西，他就是 try his best， 然后做的最好。那尤其他的 left hand， 汤马斯的 left hand 是最漂亮的，他的那个 left hand 上来或呼吸啊，他的 left hand 真的没办法。今天要不是因为他扭，昨天要不是因为他扭伤脚，我想我们今天应该有机会再得第15个冠军哈。耶！好，汤马斯你坐下。所以我们很高兴后来有汤马斯加入我们这个队啊，虽然我们那时候其他球员走了，搬家的搬家，走的走，那我们还是这个队还是生存下来，然后还赢了不少冠军啊。这个汤马斯的加入是很大的帮助，尤其汤马斯的 quickness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对不对？尤其昨天第一场见对 Barons。那个 Zebra 大概希望 Barons 把我们打败了，结果他这个他们大概其实没想到，我们 even 没有 Colin， 我们大家还是 play together beat the Barons。 I'm very proud of you guys。 好，现在介绍五个 Junior， 我就回到那边去了。那个 Junior 我先介绍 Steven。 The best one。不是，他是今年就比较少加入。没有 ，Senior Day 没有错，但是你们是 Same Team， OK？ 你们是 Same Team， 是 Morning Test，Yeah，Steven， 我记得我打电话去给他妈妈的时候。他妈妈就说：“当然要打，继续打。”他问都不用问他，我说：“你要不要问 Steven？ 要不要加入 SB？” 他说：“不用，不用问。”他说：“就是去打球。”所以我很高兴，他妈妈当时这么说，所以 Steven 就糊里糊涂的来打。那你为什么后来没去？因为才考完。OK， 我们很高兴有 Steven 加入我们队，因为他打那个 backup point guard handle 非常好啊。那因为这个我们需要 backup point guard， 那 Steven 虽然是那时候是小一岁，他做得非常好，所以我很高兴有 Steven 加入我们队。然后他 made a lot of contribution， 虽然得分不是很多，但是他在 on the court 他是 good defender， 然后。Help 那个 handle the ball， 他都做得很好，所以我们高兴有 Steven 加入。OK。然后 Aaron Du，Aaron Du 这个孩子哦，我非
常 impressed。为什么呢？我在他大概，因为我教 B10 有个以前有个叫做阿里山大猴，那个小小的 Ponga Cupertino 的那个 Ponga， 那时候他好像跟你是 neighbor 嘛，是吧？对。然后他就，我记得他妈妈跟我说 ，Aaron Du 跟他还跟阿里山大讲，阿里山大问他你的三分球为什么那么准 ？Aaron Du 就告诉他说，天天练习投三分球，天天练习投三分球就准。天天练习的。啊，天天练习。嗯。然后我第一次看 Aaron Du 打球是他在 freshman year， 那时候我 very impressed， 他投的三分球都几乎都是 NBA range。哎，他那时候看他非常 enjoy playing basketball， 那时候我就已经有一个印象，所以后来我们需要球员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去找 Allen， 是 Allen 接的 ，Allen 是 good example， 我打给他，他接，他马上一口答应，他很高兴，他叫 Joey， 马上就 OK， 马上就，所以你们老了嘛。打电话是你接的 ，OK， 你一口就答应，不像有的球员打过去，因为一般中国孩子接到电话就都要我问问我爸爸妈妈，对 ，Allen 他就说我就是要打，啊，他一口就答应，所以我那时候非常印象非常，就表示他对篮球很有 passion，OK，、okay? 我很高兴有 Allen 也是教他是个 good spot shooter， 我常常在 on the court 是 from the sideline， 我常常 yell at the Allen 说 shoot it， 啊，因为你的 strength 就是。three point shooting ability， 所以这个方面的 strength 你不要忘记，啊， keep shooting， OK， 你、yeah, 谢谢。再来的是新加入的是那个 Kevin。Kevin 也是一个 good example， good successful story。他刚好，我觉得他，我跟他有缘分，啊，跟他有缘分，怎么讲？你们知道缘分是什么意思吗？Scott， 你中文比较好。Like destiny, right? Like meant to be, fate. Bam, got it. Okay， 我怎么旅库？我也不是去旅库，是他爸爸来旅库，来把他送到我们队上来。因为有一年 summer 是在他要升那个 sophomore 的那个 summer， 然后我们 B10 的时候是等于 B9， 是 B8 在练球，然后他爸爸就把他带来 block， 说想要来 try out， 我说你几年级？他说他要升十年级，那我们那个 team 要升九年级。那我说你太老了，你不能打我们的队长，啊，然后那我一看，我那时候就想啊，好吧，既然爸爸把你带来，就跟我们练习一下吧，啊，那他就跟我们练习一下，我就发现他学东西很快，啊，我发现他学那个 play 很快，然后 fundamental 也还不错，所以我那时候就把他留在队上，跟那个现在的 B10 一起练球。练一练，然后我就跟他爸爸讲说，你要 hit the win， 就是说 get stronger。所以那个时候他也蛮听话的。那时候，我想，我记得最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去打那个，去那个 Sacramento 还是 Reno 去打球，他第一次跟我们去打 two 的时候，那时候他真的很 weak， 啊，那时候他真的很 weak。结果第二年他就不一样，马上 make contribution， 就 get stronger。打完我的 JV season 以后，他就变成不一样的 player。因为我们的 team 变成后来很厉害，就是因为我们有 shooter， 有 Jefferson， 有 Kevin， 有 Scott 这三个 three point shooter， 我们的 team 就变得很厉害。Okay? 因为别的不能再 double team 加球，因为如果 double team 加球的话，我们有 shooter。这个 Kevin， 我还是一句话，你这个 summer 要练壮，多吃红糖巴菲。继续吃。哎，这个是不是有 David 的？继续吃。哦，那很抱歉 ，David。那你上来了。
很抱歉，很抱歉。No problem. Oh yeah, we are. No, David 跟我们十一年了，元、yeah. 老。David 也是一个 good successful story. OK, David， 怎么讲呢？我刚才前面已经讲过，第一次我见到他，对不对？这个孩子有过敏，有皮肤过敏，他有过敏，他不能吃花生，啊，皮纳巴特都不能吃，啊，所以他那时候有过敏。我不知道他爸爸当初把他的两个儿子送到我的巴斯伯厅来是什么 purpose， 因为他的哥哥比较胖，那时候比较稍微俏皮，比较胖一点。也许是来我这边以为是减肥班，然后来送到我们队上来，这个是强身班，比较强壮一点。那当初也没想到的是，后来 David 一直 keep working hard， 然后我也佩服他爸爸，很有恒心。他爸爸从一个不太懂篮球的人，他自己 study 篮球，然后后来他还带我大队去打 RT， 啊。那花了很多时间在他两个小孩身上，今天都开花结果，两个孩子都打 Saratoga 的校队，然后都进到最好的大学。David 要去 Stanford， 你们晓得吗？嗯。对。然后 David 呢，他从不 complain， 你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他 work really hard。Talent wise， 他不是那个很有 talent 的 player， 但是他 keep working hard。那我每年都很 surprise， 哇，他 made Saratoga JV， 他 made Saratoga Varsity， 啊，我非常的佩服他一路走来，啊，把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都变成可能，所以他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我相信他将来做什么事都会成功，啊，因为别人都不看好他，但是他就一直继续努力，一直努力，一直努力，所以不要管别人对你的批评怎么样说啊， you cannot do this， you cannot do that。不要听别人讲，你要相信你自己，啊，你要相信你自己的 talent 在哪边，你的兴趣在哪边，继续努力你就会成功。David， 我很高兴，两次去年 SVC 的 Championship Game 你也来给我们 support，啊，然后今天还有上一场是吧？两次 Championship， 我现在老了对，我 pretty sure 有两次 Championship Game 他都来 support。他虽然提早一年离开我们的队，但是他一直跟着我们的这个 team 在一起，我们非常永远同在。对，我讲精神永远同在，他们这些人可能听不懂，尽量想白话的话。David， 我真的很感谢你，虽然你提早离开我们队，但你还是回来给我们 spiritual 的时候，啊，我非常感谢。最后一个加入我们队的是 Alex。